哇，你看这上面都有螺，这个我看一下是螺还是，哇，是寄生螺，这种是金金螺，金金螺那个巨金蟹跑那里面去，就是它的屋。我看这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好货没有？都给它糊走了，这个看有没有货。哇，这上面有卖螺，哇，这个是有肉的，有卖螺。给它埋进去了，啊，也有一只那个老虎蟹在里面。线要怎么弄？要小心一点，掉下去了就没了。这线要弄好了，要不然等一下给它溜了怎么办？哇，可能是在那里面好久了。哇，看它不动，你看，还会装睡觉。啊，现在是最后一个了，看有没有货。还是泥巴没。